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也看不懂，先放一边了。这才是我的重点，还是三板都买了，而且这一次 HMV 的包装好像有点不一样，有放什么小卡片。从这一张开始好了，
最后一张。就是一样的 postcard。 通常盘，但是我好喜欢这一张的封面。